是我为依然感到光荣哦，但是那个光荣是用血汗、用心机给塞的。好，那么等一下，如果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要跟我讲的话，大概就是我们互相的沟通一下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哈、哦，所以今天这个我讲应该不是演讲啊，就心理分享，在这个地方能够跟大家见面也是有生一次啊。大概我演讲最大的大概这个是第二场，第一场还是给我们罗东罗高的学生哈、哦，他们真的是蛮高兴的，用这样的方式。那今天我也是很高兴，用我自己这一路走来啊，心路历程跟大家在这个分享，我想是说真的谢谢你们。肯定我，还有肯定导演，肯定所有我们的演员，那也非常谢谢你们去看我的电影。但是快点收回来啊，不要活在我那个我那里放生气的那个，因为我真的很担心，有很多人说曾经说要为我自杀了什么的，太多太多的，因为有一些孩子，有一些年轻人都活在那个，真的是那个非常严峻那个部分。那其实那电影跟我是两回事啊，那个电影塑造我那样子，那是他自己，不是我。那我回到我现实的生活，我还是那种非常喜欢笑，非常喜欢开玩笑，不爱客气这样子。所以说今天能够大概在这个地方啊，我想今天是带着我现在的人，只是带着那个电影嘛，对不对啊？那个太可怕了，就杀气的心。好，那么今天这个部分我想就到这个地方吧，一下我们就继续 ，OK。